老夫人说您平时工作忙，趁着腿伤，让您来参加相亲大会。我没兴趣，走吧。总裁有危险。不好意思啊，参加相亲的都是大家闺秀，怎么还有这么鲁莽的？我倒觉得他挺特别的。你先回去吧。好的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，什么人啊？下次还替白富美朋友来相亲？这种土包子你怎么放进来的？真是拉低这相亲会的档次。你什么档次呀？蛤蟆跳悬崖，小刀蝙蝠侠。哼，懒得搭理你。经理，你跟我说今天亿万富翁方氏集团总裁方一墨会来，我才来的。那儿怎么还有一个坐轮椅的？你个瘸子不长眼啊，知道我是谁吗？看一下我的请帖，好好看看。方一墨，你是方氏集团总裁？亿万富翁来了？不像啊。我不像，你一瘸子像。这人啊是分三六九等的，删了哥哥一根头发，把你卖了都赔不起。你真是蝙蝠看太阳，瞎了眼了。你明明是他先撞过来的，你怎么还颠倒是非黑白呀？哟，又来一个穷鬼啊！你帮这个瘸子干什么？怎么图他低保啊？你这么喜欢攻击别人的缺陷，证明你的人格才是真正有缺陷。你觉得他没有缺陷？那好啊，待会儿舞会你跟他一块跳。放心吧，我们是不会把舞台让给那些讨厌的人。跟他们废什么话？走吧。谢谢你帮我，不过我这腿怎么跳舞啊？没事，姐罩你。你们干嘛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个轮椅舞蹈呢，主打的就是一个横冲直撞。啊！我的脚，气死我了，给不跳了。哎呀，有人破防了。谁说的？哥哥，我们去一个没人打扰我们的地方吧。嗯。看到了吗？要把别人攻击你的缺陷变成你的武器。嗯。今儿这个相亲大会真没白来，不仅活动了筋骨，还送了礼物和蛮腰。这个可是现在全网最火的护肤品，在直播间你能不能抢到，那都得是拼手速的。哟，我还得赶回去加班，正好这个可以今天熬夜派上用场。886。哎，等一下啊！你今天帮了我，这块表送给你。我吗？哦，这个是儿童手表吗？这里面还有花花草草和小鸟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儿童手表送这个也不嫌寒碜。我喜欢，用得着你在这管天管地还管人拉屎放屁啊？你们一个小时前才认识的吧？啊，天气来的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懂什么？我和哥哥是一见钟情。反正我很快就是总裁夫人了，你们两个穷鬼还是友情饮水饱吧。哎呦，不是刚刚是没给你撞醒是吗？你怕是不知道这酒店是方氏总裁的吧。哦，我现在就给你们点教训。来人啊。没事啊，别怕，我保护你。怎么还不动手？你们是死了吗？赶紧把这两个穷鬼给我赶出去。你竟然敢打我！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我们可是方氏总裁和总裁夫人。总裁？居然敢偷盗请帖，冒认总裁身份！来人，把他带下去！哎，是我捡的，我捡！哎，放开我！什么？这个总裁是假的？我被骗了！哎呀，我亏大了！哎呀呀呀，真是活该呀！一天到晚跟这白日做梦，你说哪来那么多亿万富翁？就让你遇见了，是不是偶像剧看多了？你还瞪我！总裁，恭喜你，腿伤痊愈了。嗯。总裁，您那块价值300万的雅克多罗手表怎么样？需要报警吗？不用，那块表我已经送给未来的总裁夫人了。